是我觉得能够讨论不一定嘛，因为这讨论看有没有有偏差也好，因为当然但是不能说我觉得讨论怎么让一些一直没有谈的事情摊在一起上，我觉得是下一个可以让双方都知道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善意愿意接纳的，给大家一些总结，对，然后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些曾经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除了讨论以外，就是是说这样子的善意，想不要害怕，不要走出来，我们都会帮你解决的。是真的会担心自己。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事关重大，所以就算是担心每个人做好事，也不要站出来。在这些讨论上，我再带给受害者，就是上三次的伤害，那